个月前呢，我就跟女朋友呢租下了这个单位。由于我是一个没有钱的人，所以没有办法安冷气，导致家里面呢很热很狗。也因为这样，我女朋友在家呢就越穿越少啊！你们以为我就爽了，可以大饱眼福？跟你讲错，长期下来，我女朋友患了一种叫做穿得少恐惧症。做什么呢？因为她开始每天提心吊胆，每天 move god move ghost， 疑神疑鬼，怀疑有人偷拍她。呵，这样多来咩？娘，娘，快点出来！什么鬼？爹，我跟你讲哦，最近发现到有人一直在偷窥我嘞。偷窥你？哪里？哪里？那你咯。这边？嗯。你跟我来。我们这边是四楼，下面这是双层排屋，你自己看他们怎样偷窥嘞？请问？我不知道，我是一直听到有直升机的声音。会不会是他们用无人机来偷拍啊？你是不是看港剧看傻你了啊？他们为什么要偷拍呢？可能我穿太少了哦。这个理由很不充足哈，因为你没有38F 证来，人家偷拍你，偷拍些什么东西呢？啊，如果你真的怕人家偷拍，穿多一点衣服咯。哼，我也想穿多一点呢，可是天气很热，然后你又这样腰，又舍不得安冷气，所以我不是这样穿哦。总之你听我讲，第二，他们是不会偷拍你，因为你还没有这个价值令他们来偷拍，所以你不要乱想了 ，OK？ 做你的家务，拜拜，我去打机。好前车，这里前面罢了，所害。我这里后面那边有看到呢。日子长久下来呢，女朋友就越来越敏感啊，每天都怀疑有人在偷拍她，吃不安了，睡不安心，大不出便，真的是很烦啊！你用红色那把，用红色那把，对。别了吧，爹！啊！真的好像有人偷拍了。哎！来来来，偷拍什么？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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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不知道，我一直听到有无人机的声音。我讲过了，你还没有这样的价值，让人家偷拍你啊！你不要每天 move god move ghost， 可以没有啊？啊，你这样骚扰人家打击啊，会被他烧春袋，你知道吗？不要乱想了 ，OK？ 我又没有春袋，你就给他烧奶头，总之不要乱想了 ，OK？ 没有人偷拍了，没有人叫他偷拍你 ，OK？ 为什么你一直不相信有人偷拍？没有人拍的啦。对啊，我出门了。哦。Love you。娘，娘。我。真的有人偷拍。护理师怎样无理无耻？真的是有人偷拍喂！我都跟你讲了哇。这个隔壁那个阿兰的儿子在哪里？喂！你个是偷拍啊！我集中你，我已经联络，我现在教训他，不用control了，我把你踩下来好吧？偷拍，年纪轻轻现在偷拍，我没有偷拍，我没有偷拍。不关了，我女朋友讲，每天有人偷拍，原来真的是你在偷拍啊！我没有偷拍，我没有偷拍你女朋友，我没有偷拍你女朋友，还敢讲没有？有证有据，你还敢讲没有偷拍？你是不是抓了几条鸡？我真的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没有是不是 ？OK， 你先开来看，我在看你们拍的什么东西。开，不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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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拍的什么东西？你每天在我家那边拍的什么东西？这样，我没有偷拍女朋友，我偷拍你朋友吗？我偷拍你朋友吗？我偷拍你朋友吗？我喜欢你很久了，所以我天天偷拍你哦。偷拍我？刚充好没？